如果说哪个城市的美食值得专程去一趟，汕头一定榜上有名。市区十五家不踩坑美食店，记得收藏，攻略在最后。六，猪血汤，深夜的浊酒不如早晨的热汤。枸杞菜、西洋菜、珍珠花菜，任君挑选，配上各色海鲜、猪杂、瘦肉，让你从早晨就体会到汕头人对吃的精致。吃完步行七分钟就能打卡第七家店潮式甜汤，至今还在用煤炉的潮式甜汤。甜汤的种类很多，可以自己 DIY。 八，菜头丸，汕头人从小吃到大的小吃，用萝卜丝炸制而成的丸子，酥脆鲜甜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九，水果，这家人的水果一定要试试，阿伯自己做的果盏，淋上咸香的菜脯和甜酱， YYDS。 十，糯汤钱，糯叽叽的糯米团子，裹上芝麻花生糖，虽然很甜，但值得一试。关注我，加入粉丝群获取攻略。